我看你们吃不好来啦哈，反正拢无食袂歹，这拢无啊。这里在你吗？你听啦，快报告。啊，保证拢无刷就对啊。后摆搁食九十八十七百块来，我来。我两啊三啊三，起码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。再食三百好无？三百，两百来，百五来，七百块来，多少要食剩七百块？你吃饱就一百块，大哥要吼，我看那边收了同意未啊？一百，都来一百块来，无刷无刷，我慢慢说啊，你讲起来，这我慢慢说啊，大姐也一百块来，没有没有，没有，这种没有的。咱台湾的产量无大啦，咱讲这股票较好，才使咱台湾产量无大。咱讲这台湾嘛有来刷比赛尔，咱无够工钱啊。咱讲真的啦，股票较好听尔啦吼。咱讲来啦吼，搞一百块食一次，一百块要食一百块，再就只要就是一百块要来一百块。嗯，来一百块再来食一百块，要来一百块，海产。无啊吼，海产一百块帮我拆换好条件，时间不够快，钱来我来，快讲来啦来啦来啦，我来，来你，我讲一个啦，我来啦来啦我来，快来你，快来吼，快你，你讲，快单单一两块，我来啦我来，快讲来啦来啦来啦。我嘛甲你讲，买物件伤过侪项啦吼，我只要要食肉，只啦无大只个，吼大只较有肉啦，你好无？我来讲买来，我来，等起虽然单身都食出来，我咪甲你提讲好无？吼大只大只来，我来，我讲有大无大，我讲大叫一下好无？我带你看一个啦，介大只介粗啦，我来，吼一尾偌济？介无四十个啦吼，来六尾肉去，八尾肉去，十尾就一个来好无？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要挨无？我就一个两百块就好了。肉一样，你话要整无两百块是要吃的？买只肉一样，我就一个两百块，只来啥物只啊？肉只啦，好十只两百块。无呀，我讲啦，你一百只偌大只？大只的，我讲十二尾两百只的来，百只十二尾两百，我讲十四尾两百只的来，你一百鱼啊无？你敢要食的哈？十四尾两百，无呀。好，我讲来，卖讲辛苦啦，白也要来，我爱几水盐无？我你只要出来盐，甲叔叔我买只来蒸落来，大尾有二两百，好来。好，我想要一百鱼啊，讲起来无？二十来，我来六来，来然后八来，然后十来吼，十二来，十四来，我来。好，十来尾有二两百，我百只，佮啥物食两百块？卖鱼啊，要蒸无？百只两百，啥物食百只啦？哇！你百块百鱼啊，啥物食百只啦？一瓶大两百，我来。来，我吃一百只哦，吃一百只，我就是搞起来，你要来啦吼。二四来啦，来八来十来十二十四十六，我就两百块百只，我什么钱呢？百一两百块，我什么钱？百只两百。来，只要是一岁也无两百，都来。我吃一百只，我搞起来，你要来。二四来，我六来，八来，我来。我十十二十四来，我来。十六，我就两百块百只，我什么钱呢？百只大两百，我来。我吃一百只哦，吃一百只就是搞起来，你要无？好，二来四来啦吼。啊，五来六来六尾六尾来，我来。我六只来，我就是两百只来，我来。十尾两百来，我想要吃百只来，看我落去安尼啦，来来来。哦，十尾两百块百只，我想要吃两百块，百只啊，我来吃两百来来。好，百只十尾两百块，我想要挨的。我你讲我来啦吼，刚刚我起百只十尾两百来，我来。哦，八尾十尾来，我来十二来啦吼，十四来吼，再来个就两百块百只，我想要整两百只两百。想要吃百只就是两百块百只，想要吃还百只啦。来，百只两百块百不差我啊吼。百只两百无差外号啦，条件时间无变歹存来好啦，快讲来啦来啦来啦好啦，来咧，下来我真咧吼，对面恁老介意的物件，恁先讲安尼好不好？好介意的物件，恁先讲来好啦，快讲来啦来啦来啦好啦，我袂食这啦这啦，看啥物食就这样好啦，好迄落来，迄个这叫啥？火鸡条，炒大肠啊，炒四块，炒饭，炒面，炒米粉，安尼好不好？哇对啦，花枝条啊，我去对面恁老介意，恁先讲，哎我不会讲太快啊，一早就讲那么快。啊，不会啦吼，我一个透早就开始啊，就开始讲较紧啦。快讲来啦，即款啥物食好几条啊？炒大肠啊，炒四季啊，炒饭，炒面，炒米粉，好无？啊，炒无偌济，咱莫讲辛苦来话啦。要食莫讲食也袂偌济。好，九十、一百、一百、百二无重要。好，大只会记落去食，即个一条一条就对啦。好来，好食莫讲袂九十、一百、一百、百二来，两下袂四百，开三百，开两百，好无？只要会记得使啦吼。我伊就知啦吼，我是炒个白沙嘛，对无啦？好，卖两百，卖百五，啥物食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。现在只要就一百块来都可以的，啥物食一百块，来食无？我只食一百块，只要吃的。我伊只要就一百块，无用。我你讲来吼，卖讲上久安尼好无？两包一百就对啦。我你讲一百块三条，我啥物食多少钱安尼啦吼？你一百块一条，我啥物食一百块来都可以条。来食无？飞机条一百块，来食无？来，飞机条一百块，啥物食啊？我只条一百块，只要吃的。飞机条啊，你要吃飞机条无？飞机条一百块，飞机条一百，你拢冇要炒吼？我只要一百块，冇要吃吼。然后来，我来，我叫你讲共鸣啊，这叫共鸣，我来讲真嘞，我来。好，现在吃飞机条一百块，谁要吃的飞机条？无啊吼，飞机条一百块冇要炒吼，好来就回来。我叫来，我来，来，什么物件啊？只要黑面条、黑面条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嘞，观众来啦。看看我叫你先讲，我先卖啦，好不好？你们先讲的，我先卖。我讲来啦，好啦。迄、那个这啊，这款什么吃好这啊，好来啦，好啦。迄、那个啊大尾啦，大尾，什么件？飞机条去哦。好来，我先提个大只，快坐个大只哦。我先提个大只嘞，好来来来来来。好，大一百块就底下吃袂了，去吃袂了，去那边手顶特别厉害，好来。好，一百九十两包，一百三包，一百来就好啦。我问问一百个男的是收着无？好，一百九十两包，百八三包，一百块来就一百块。
那假包一百块，谁要吃的？一百块，谁要吃的？那主人要走。无啊吼，我哎呦，这包要拆完吼，那包要来哦。我一只等边面旁，我无见到那卖大饼，我来面旁。我讲来啦，快点，这包什么价？这啊，这叫啥？这叫做那个菜头粿，港式萝卜糕啦。好，港式萝卜糕，我讲一包活动一公斤拿咧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包一斤咯，等于打针都吃，免退冰啦吼，免退冰就吃个针啦。看到没有？啊，一包开300，开200，开500，开700块来头，100块。谁要吃这个100块？谁要吃的？啊，港式萝卜糕就是700块来头来。要叫我讲来啦吼，那个结果，哎，那个姐在在啦，赶紧来做单等我，做单等啦。后来个姐看上来，拢讲顺啊，来讲真的啦，后来一点无公斤啦，拢讲顺啊，来后来讲真的来。好，一包一百就对啊来。好姐，两包2kg，看你有兴趣无吼？200，200。看到没有？100，我就一包回来头，一包10块，谁要吃的100块？那没有100块，再有贵那么吃不？再好，我就一包好来，都包好。不要拆完吼，不要拆完吼，包好再好贵啊！不要叫卖房子，都卖土地，好不好？好，再好，我就一包好，不要拆完吼。好来，我进来，我讲来啦，伊，我嘛是那，来，好，我嘛是那田那摆，你知无知啊？好来，我今我是那田那摆啦吼，我就一包好，不要拆完吼，110块啊！无啊，好来，拆过来，根本不卖钱来，好来，黑林来，只要卖300，我卖贵几公啊？好，你三分三名，来钱啦啦，你钱啦，你钱啦啦。你上近的呢，麦讲姐，你上近的呢，啊，什么啦？来，阿哥，你是收到的无？一包100块，安尼啦吼，两包100块，想要吃100块，我阿要吃哦，110块，100块，无吼，100块阿要拆完吼，110块无拆完吼，我来时间要叫麦钱来我啦，我讲来啦，只阿系哩，300块就对，阿麦跟你讲辛苦。好，差东差米差米粉包水饺包米线来过来，好，一斤偌济？500、400，再300落去，这是300块。我讲来啦，大姐来过来，要吃我就吃300块，你先要差300，要差，再300块，谁要吃的300块？哎，你300块现在吃，你就吃300。我讲来啦，过来，来啦吼，大姐要叫你啦吼，300块还是300来过来？我先吃一点过来，要吃我就吃300块，谁要吃的下来300块？要吃一点，我就吃300块，你搁下面吃来300块。哎，我就吃300块，下来下面吃300，要还不300块？下面吃一年嘞，300块转到起来300来就好啦。我讲先吃一年嘞无，不然我就是300块谁要吃的，下年300块可不吃300块。一年300，下面吃300一年。下面吃一年，我就是300块，下面吃300，后面还300块。无啊吼，300无啊吼。你若买只蛋，蛋饼也袂黄金，都卖大饼啊，你话300。我来时间要去买钱来，我来。我讲来，我讲，来就其他年，来无钱来，我来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吼。我去收钱，我买去收好无？我袂较紧的啦，好啦。啊，这个是袂大鱼，只四个啦，好啦吼。袂大鱼啊，好啦。四个袂带鱼，吼，这没有肚冻的啦，吼，无黏多空的就对啊。吼，虽然打针都食出来，我卖阁健康好无？我讲你对吼。吼，虽然打针都食来，吼，一斤偌济？咱讲真的啦，吼，无腹肚空的是真正比腹肚空的咱健健足足济啦。吼，你有腹肚空，一斤100、200、200嘛？咱一斤该无卖200、400、500起条来，无就输啦。吼，一块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好无？卖讲卖500、400，我就一个300块是要吃的。吼，袂带鱼300块，怎么食袂带鱼啊？300，我讲来，我来，吼，六块300块吃，袂带鱼怎么吃？六块300块。你爱白带鱼无？六块300块。你爱食白带鱼啊？六块300。无用啦！我讲，七块300买着，七块300块白带鱼，啥物食？白带鱼300块。你爱食八块300块，人要也袂买着。来，八块300块就是多啦，只要吃白带鱼就300块。无用，只爱食白带鱼无？够有兴趣？无兴趣？四元呢？我即摆重点是要甲你讲这四元呢。我就一个300块，啥物食300块哦？你要吃吗？白带鱼。啊，这是我煮出来好像一块尔，后壁做完全拢无你看到，知影要我加讲，可能讲真个啦吼。只要要来无，300块兴趣无？啊，八块300，无吼。可能我歹甲你讲啊啦吼，要白带鱼我你讲来，紧着好八块300块来吼，到着300一个来。吼，明仔载恁兜代志讲真个，到时接做10个起来，一对300下头白带鱼。只要食白带鱼就300块，先要食白带鱼300块，只要吃的白带鱼啊。无，Hello。啊，你袂使你来个，咱讲真个啦吼，我对后壁就。第四样物件出来啊！啊，结果啊吼，卖无300，卖无几个人。好，虾米数的？虾真侪。哦，虾真侪，啊，你要食袂多鱼哦。09号。09号。你倒去啦，虾真侪，刚好。好像很呛。啊，唔啦。没吼。感谢保全按赞分享。没有笑脸姐吼，你是要做工友？咱讲真，你是想要做工友？咱讲真个呀。啊，对啊，你准备做工？咱讲真个啦吼，我是讲你老岁仔人虾吃啊真无好啦，讲真个啦吼。咱食一只包无卵，讲真，两块的话啦，起来，来，来，来啦，我讲吼，这啥物食啊？这叫啥？香酥鸡柳条啦，好不好？哦，鸡柳条啊，我讲来，咱使无偌济长鱼啊吼，七十波，
安尼好不好？哦，七十五烤箱牛小好食，一包内底咱十四块、十五块，我无啥上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卖讲一包卖偌济，五百出四百开三百，好不好？好，做两包就对啊啦。我讲来啦吼，两包卖四百开三百，安尼无？几条条啊？好，三百二啊，我就一个，看啥物钱个，好不好？两百块多少？两百块，两百一平来，两百来嘛。不然先几条条，好不好？不然几条条就两百块，几条条啥物食两百块？几条条两百啥物食两百块？几条条？那只无几条条就一两百块，两百来无？啊！来两百，两百来嘛。你可以食几条条，好不好？来两百，好啊。你今天不会那么晚，那我就先帮你留了哈。你搁食鸡柳条无？反正讲海产无偌济啦吼，搁食鸡柳条，无就一两百，都鸡柳条两百块，谁要吃的？鸡柳条就一两百块，好两百。搁食只鸡柳条好无？不然鸡柳条就一个，只来两百块来。来了，我跟你讲吼，哎无啊，剩一包两无啊，来一百块，谁要吃的？一百块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来，大姐来一百块，来过来，我讲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你，我讲。我公司在弄，你这我你讲来啦，我来啦。我你讲来啦吼，你来坐啦，这块什么吃啊？坐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吃牛肉炉，好，等伊等我烧好吃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等我烧来呢，好不好？牛肉炉啊，我你讲来要吃，我你讲见到我买大饼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伊等我烧，我买来一碗蛋糕，白菜、青菜、韭菜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来，我见到来，买个一包面偌济？一包面三百块，两百，好不好？牛肉炉一包面两百，什么吃牛肉炉两百块？你在做要吃牛肉炉的无？我一包面两百。啊，你讲意思啦？早唔加点报价袂歹啦吼，羊肉炉啊，好啦，哦，两包卖四百，哦，牛肉炉啊吼，两包卖四百开三百，你食牛肉炉无？你我知啦吼，两包卖四百开三百，啥物人三百好无？三百，无用，你还讲一个来，啥物食来？我就食两百块来都，两百块才要吃个，来这个小姐两百来，好啦，我讲食一餐，我食虾啦，烤鸭啊，我食虾啊，袂记哩，好啦，我讲来啦，好啦，我食牛肉炉的无？咩牛肉炉？小姐两百来，两百来，我报价好啦，好啦。好看的画面。别讲一百块就捡了八块一百块，谁要吃的？羊肉如果就捡了八块一百块，下面捡一百块。听说里面肉蛮多的。两百。